新版本的跟踪雷你玩过吗？新版本更新后，我学会了一个新技能，学会这招你就是敢死队，很多玩家都学不会，接下来细节教学。首先你要拥有一个背包，然后靠近墙面，这时队友地抛朝你扔雷，注意看位置，这样就卡在了背包的空气墙上，如果扔在背包和头部上就会像这样反弹出去，这是错误的操作方式。慢放镜头给大家看细节，雷一定要扔在墙上，然后再反弹在你背包的空气墙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如果啊没有反弹到，你可以尝试用背包接住它，这样更容易成功。当然了，烟雾弹也可以用以上操作方法，当你卡成功的时候就可以被这一团烟雾移动，敌人还以为这烟雾弹有意识。再给大家说一下，烟雾弹有两种形状，一接住后是拱桥的形状，像这样，二直接落背包上是圆形的烟雾，驾车的时候也可以带着烟雾移动，敌人虽然看不到你，但同样你也看不到敌人。趁现在还没有修复，赶紧喊上你的夫人去试试吧。